哎，你好，妹妹，你在看我吗？妹妹，对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哎，干嘛干嘛？哎，大哥有话好说，大哥。哎，他们要逼着我跳，哎，这些人好狠哦。哎，我猜这个。哎，碎啦！就是这个位置，完美，有没有看到？干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我们要找了几款类似鱿鱼游戏的游戏来玩看看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款呢，看起来是这个非常非常简陋的一款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来体验看看。Work 啊，怎么 work？ 哦、，so this guy， 我们要点击中间这个像是墓碑的东西来 work 啊。拼呀得哒，这画面也太粪了吧？啊，我死掉了是不是？啊，我死掉怎么连个动画都没有啊？哈。我冲啊冲啊，跟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快要可以看他的内裤了，冲啊内裤！哎，小心点小心点，我们要冷静，千万不要急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哈，我刚不是这一次我们非常非常谨慎，小心再小心 ，OK 吧？这边呀，对，哦，停了停了，不要急啊，欲速则不达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旁边那个跑这么快啊？哈，靠外挂是不是？我已经点得很极限嘞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这一次不要急哦、喔，我要冲喽！哎、欸，内裤，哈，我一定要赢过第一个人呐、啊！我懂了，我懂他输掉的意思了。我们输掉不是死掉，而是要赢过第一个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一次可以，我要展现我单身多年的手速了，冲啊！啊！这个人跑得有个快，认真认真。我就不信你这次赢得了我哈！我这个黄金右手。呀！啊！我们赶紧关掉这款 fun game 啊！太白痴了，太白痴了。哦，这一款的封面感觉做得还不错哦，还会动哎，真可爱。我们直接来玩看看吧，这场景怎么似曾相似啊？跟我们那一款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？啊，我也太丑了吧 ！Hello， 我怎么长得这么丑？啊，我跳的时候那个脚都不会弯曲哎，你们看，啊，一根木头有没有？就是一根木头啊！整个场上只有我一个低能儿啊，怎么办？这游戏好无聊。咪呀得哒，哎，你好，妹妹，你在看我吗？妹妹，哎，剩十几秒哎，这游戏倒数也太快了吧？哎，我过关了，看一下，啊。这个哎、欸、没有穿，哎、欸、没有穿，还有下一关哎、欸，啊这些人是怎样？啊我的朋友呢？嘿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哎干嘛干嘛？哎、欸、大哥有话好说，大哥有话好说啊！来啊，你射我啊，你射我啊，低能儿，你敢不敢射我、啊？哦哦是哦，哦哦是哦是哦，哎呦好凶哦，哦好凶哦，来啦，跟我一起去跳河啦，啊不是跳楼啊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对，一起来，来，哎、欸，他们要逼着我跳、欸，哎，这些人好狠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猜这个，哎、欸，碎啦！这游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、欸，我还要猜对这么多的玻璃到达终点，这游戏有结局的吗？主办单位不管一下吗？这么久了还不开始，这个主办单位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妈，吃狗屎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了，闭嘴啦，快死啊！把钱拿来啊！哎、欸，咬我啊，笨蛋！射我啊，笨蛋！来啦，来啦！大家一起来看我表演呐、啊！啊，你在干嘛？来来来来来，跟我一起来看表演。这一次我们猜这个。靠腰啊！它的玻璃是会随机转换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会转换的。啊，但是呢，我想再尝试一次。为什么？我想尝试这个中间这个铁柱能不能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试一次。哎、欸，一群傻逼来给我踩头啊！啊！哎、欸，他们生气了，他们真的生气了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各位，这次我们直接开始啊，走正中间。哦，抓到啊！他是判断我开外挂是不是啊？嘿，为什么？我不是很乖的走在那个桥正中间吗？傻眼！哎、欸，丁能儿，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干嘛啦哦？哎、欸，走了走了，我们这次直接溜，直接冲啊，溜了溜啊，
作者他知道这个中间这一条是无敌的，好不好？它是一个完美的 bug， 所以呢，他知道玩家会想要尝试走中间这一条嘛。但是你走了，你就会被枪射 ，OK 吧？这作者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佩服，我佩服。各位，我们这是一次过啊，好不好？一次过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恭喜通关，各位恭喜通关！我们直接下一款，第三个雨伞，星星星，我看一下这有什么用哦？飞绿飞绿的简单啊！哎呦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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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可以可以，这次我们一定行啊！这次一定行啊！我们来切这个啊！暂停一下，很紧张很紧张，可以哦可以哦，哎，轻轻松松好不好？轻轻松松。我们要赶快的点击萤幕，把对面拉下来。哎、欸，我不点会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不点会出事，我不点会出事。快快快快快，我们赶紧去下一关啊！可以可以，哎、欸，去死！可怜，哎、欸，可怜。哦，我试试看哦。嘿，一次进。哎、欸，太小力了是不是？那我们这次直接滑到底，滑到底，可以哦。哦哦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剩两颗啦，白痴哦。那这次我们小中带大，大中带小力 ，OK 吧？就是这个位置，完美，有没有看到？干，洗吧嘞！那看起来我们要投到这个洞的前方啊，利用它的惯性之后呢，再掉进去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小力一点，哎、欸，小力，小小的，可以吧？这次一定啊，靠腰，感觉可以哦。哎呀，啥？哎呀，哎，哎，哎，这边吗？100分，100，靠！他碰到洞口上面的石头弹回来是怎样？再次啦，啊，太大力了啦，完了啦，哦，白痴哦，会不会丢弹珠啊？不行，我跟你杠上了，我一定要通过。可以哦，这次可以咯。有没有？轻轻松松啊，各位，嫩啊嫩啊，我赢了啦，怎么样？不管啦，他已经把正确的告诉我嘞，那就轻松啦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哎、欸，再这一个，哎呀，我跳错了，故意的啦，有没有？看一下这个动画，哎呦，这动画有做出来也挺不错的。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前面，右边、左边啊，右边、前面，没有问题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总之，我们就要吃这个补血包，不断的补充生命，然后到达终点嘛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单挑，输赢啊！来输赢啊！嘿，很疼痛，很疼痛，对，上勾拳，下勾拳，哎、欸，嫩逼傻逼东西。其实我完全没玩过这种东西、欸，哎，怎么办？随便选一个吧，选那个这边。哦，啊啊，可以可以，牛逼啊，各位牛逼，我赚到了3878，这个金额是在骂我是不是？38788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